人可不可以？如果老公外国，我不想要嫁给来外，因为我觉得那个文化差异太大，他搞不好不懂我的想法或干嘛。搞不好你嫁一个印度人都不一定。好，反正重要是心灵相通嘛。那 Hebe 呢？啊，结婚啊？想过？没有特别想结婚，可是我希望一定要遇到一个就是很好的对象。嗯，对。那如果要结婚就结，应该要结婚吧？因为我爸妈应该会觉得是要结婚吧。嗯，我觉得结不结婚不重要啦，就是找到真正的人才是重要。陪你过下一段辈子。对。对，他们是不是很诚实？给他们掌声鼓励一下。这样也要鼓励，好不好？我们班的很容易鼓励啊，我们都是爱的教育。第二个还是要以唱片为主了，是是是。你们这张唱片聊下去，好好聊。对，你们这唱片啊，不外乎和音上面也是一定要的，不唱和音我就真的不开心了。哎，你们一开始有没有分配啊？就是中高低？我们有被分配，被分配，被分配，被谁分配？制作人，制作人啊，他们听我们的声音啊，或。被分配是谁是唱哪一个的？对，可能就是安排，没有，他就是安排。你是第一吗？没有，因为其实我们三个人都会唱合音。嗯。然后就是老师可能觉得说，好，我现在一个我的一个主音是比较低，然后老师觉得需要一个高的音频来 balance，所以呢，可能就找 Hebe 或 Selina 来帮我合一首歌。不然试试看啊，示范一首好不好？好。你们这看你们啊，你们觉得？那我们唱新专辑里面歌好了。好，好吧。结婚，没错，我就唱。我的天空今天有雾点灰，一点灰。我的心是个落叶的季节，我不知道如何度过今夜。所有的灯早已经全都熄灭，全都熄灭。我今天请妹妹下来跟你们好好的观摩一下，好不好？欢迎炫丫头、Apple 还有妹妹，来，请下来。刚刚这首歌《天灰》啊，嗯哼，我觉得应该要选他们最熟的一首歌啦。你们最熟是哪一首？最熟。热带雨林不是我们的歌，没有关系，不是我们的就算了，没关系。热带雨林，热带雨林吗？哎，不错。那这首歌也可以教和声。热带雨林可以。对对对，那我们可以示范，我们先示范一下。好，哎，对，你们可以吗？对对对，可以。示范一下，我想听啊。好，来来，我们来唱。夜色摇晃树影，穿梭在热带雨林。你离去的原因，从来不说明。你的幻想陷阱，我最后才清醒。幸福只是水中的倒影。比较简单，这比较简单。我没有这么近看你们唱歌啊，好厉害哦！这么近，我通常都是看电视这样子，好崇拜的感觉。热带雨林，那他们怎么分配啊？是麻烦了。那谁要唱主音？谁会唱主音？主音一定要很准，很熟，你连主音都不准，合音就没有办法跟着你的主音去合了。而且如果主音如果旋律不熟的话，很容易被合音给拉走，所以主旋律一定要很熟。你会唱吗？好，你熟吗？嗯，去 KTV 没唱。哦，那 OK， 好 ，OK 的。还有，你们俩谁比较熟？他刚刚他也会唱，你也会。好，那你们俩唱。好，那你们俩唱和声。要不要站在一起啊？要。好，你们俩和声。感觉音箱要放对边。对对对。好，那你们两个先唱和声，然后我先来唱一个和音，然后你们仔细听我的和音是怎么唱的。我们先唱主音。哦，对，你们先唱主音。对对对。好，来。你还 OK？ 对不起对不起。好，等一下啊。好。月色摇晃树影。你们两个在唱和声。我和声了。你们两个必须有在一起。突然间了啊，发现。对对对。有那个天分。月色摇晃树影，穿梭在热带雨林。你离去的原因，这样的原因从来不说明。的原因从来不说明。其实唱和声有一个要诀，就是把它当主音在唱。对，你的心中只有这首歌，对你而言，就对你而言只有和声旋律，对，这个旋律就是你们的主旋律。很难呢。好，那再练习一遍。月色
穿梭在热带雨林，你离去的原因从来不说明。好，记得住吗？我们来试一次看看就知道。你在旁边也稍微 cover 一下。好，月，然后你们唱主音哦。月色摇晃树影，穿梭在热带雨林，你离去的原因从来不说明。布农族的呢，我觉得多多练习会更棒。我觉得因为他们第一次就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，而且我觉得他们有抓到那个概念，就是说和声当主音在唱。如果是这样子大合唱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啊，对，好不好？这样，那我们和声部的一起，好，那我们主音部的一起，主音部一起。哎，大雅，你也是主音部。